其實心情係好開心嘅。雖然我哋可能成日話我哋唔係話好衝住個獎去做啊，但係我覺得去到最後當成績票派嘅時候有好成績，大家都係開心嘅，同埋見到大家今次都真係有好嘅成績，同埋大家都真係有啲有啲真正有啲認可啦，其實係由心開始有種温暖喺度嘅。努力啦，呢個都係往我哋嘅慣例，就每集升啲啊，係啦，希望有機會可以衝到去呢個嘅自選歌曲啦。但係好多謝今次大會俾我哋嘅肯定，可以上升咗一級，多謝。係啊，希望即其實希望整個香港樂壇都可以繼續一直做好的音樂，我相信這個目標遲早一定會達成到，所以都對在座樂壇的每一位成員都很有信心。有少少有少少咩話？始料不及，始料不及，即係估唔到咁多。是當然我知道他知道他知道我們多好不用講，我是因為其實都真的覺得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所以其實每一次拿獎真的是對自己一個很大的 surprise， 雖然上年有拿這個獎，但是其實每一年都是一個新的開始，所以希望以後可以繼續好的作品證明給大家看，拿獎就是拿這個獎是值得拿的。哦，係啊，係啊，因為可能年尾啦，就可能會諗起以前嘅一啲朋友啊咁樣，所以就都覺得唔係好意思啊，所以陣間可能睇睇下 payback， 睇下好似好樣衰咁樣就對唔住。係啊，經銀行。是嚇死人啦！因為即係我諗，我哋每個人如果聽到自己個名字都係會呆咗嘅，即係會俾唔到反應嘅。所以即係 even 我起咗起身之後，我都係究竟係真定嘅，即係我自己都猶豫緊，究竟係咪 final confirm 㗎？即係我自己都有咁樣諗，所以係搞笑嘅呢件事，嚇死你！嚇死我！哦，係啊，好有心思啊！嗰條片，我哋全部都笑到夾夾聲，即係同埋啲詞又配得好好啦，即係好啱音啦，咁所以都係，我相信我哋翻屋企都會再睇多幾次。今晚留意每一位得獎歌手上台演唱，因為嗰幾分鐘佢哋可能短短唱嗰幾分鐘，但係背後其實努力咗好多時間。先有一首咁嘅作品俾到大家聽，所以係咯，好真心佩服佢哋，真心欣賞大家付出嘅努力。其實係咁嘅，因為花姐話有呢個 sponsor 考電單車啦，咁我希望真係有啦，我都俾咗我自己身份證號碼佢，希望呢件事係真噶啦。呢件事仲有另一個同伴嘅就係我啦，因為我今年嘅其中一個願望都係好想學電單車啦。好多謝你問呢個問題，而家我出咗街嘅話，花姐就冇得唔俾啦。多謝你，多謝你，多謝。打到就唔好啦，多啲鼓勵啦，係啦，因為知道都難做嘅，係啦，戒咗佢人生中佢覺得自己最壞嘅壞習慣，係向呢個難度挑戰，所以我俾多啲愛同鼓勵佢哋。係啦，加油花姐，花姐喺邊度啊？加油花姐，加油花姐，加油啊！是
都唔會嘅，其實今年憑呢首歌得到嘅已經好多啦，已經超乎咗自己想象。咁同埋其實啱啱都有一個拉票環節，咁都算已經上咗去唱咗分半鐘。咁所以其實我都覺得好足夠。咁同埋係咯，新人獎呢個本身當初都冇諗過會攞到，咁而家攞到銀獎都已經好開心。而 MC 都真係實至名歸嘅，咁所以恭喜佢。係。最近都是之前咁樣講啦，咁大家希望大家俾多啲空間，我哋自己去私底下處理，咁集中喺我哋嘅音樂事業或者工作上面係最緊要嘅。咁我哋其實兩個人嘅事，兩個人自己處理啦。係咪今日咁開心，又係一月一號喺呢個頒獎禮度攞咁多獎，我哋應該 focus 喺呢件事度最好啦。新年快樂 ，yeah！其實有很多嘢都是大家的估計嚟嘅咯，即係咁你未必會知道當事人 po 呢張相嘅 meaning 係乜嘢，咁但係有很多所有嘢都是猜測，咁我哋對一些猜測嘅嘢就無謂再咁多評論咯，係。係，好啊，用作品説話。